Hello, hello, my many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. This is Tina. We're going for one more day of our 100-day project of our 2023. So come on in, my friends. 欢迎金教师，我们今天来到了43天。没错，无论是哪一天，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啊！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蒂娜的影片，不用担心，已经过了哪一天，你可以从任何一天开始哦。数字只是一个路程，但是你可以从任何的地点出发。All right, so be free and be cozy.Be here. All right. 来，今天我们来到了43天，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你目前今天看到的，因为是连假的关系，这个月的周三，礼拜三的4月5号呢，我们目前是以影片的方式在播放哦，因为刚好是连假。那之后呢，这个每周三的早上9:35，四月份你都可以在透过直播的地方可以找到我哟。那如果是平常的时间，请记得影片是在晚上的8点整，会有每天的首播。有直播就没有影片，有影片就没有直播，这样清楚吗 ？Thank you so much。那今天虽然是看到影片，但欢迎你们在聊天室里面聊天聊天打招呼哈，这是非常的自在的哈。有近首播的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互相留言打招呼哈。那如果你看的是回播，欢迎在下方 ，OK YouTube 的下方一样可以留言给我，只是不能聊天可以留言 ，OK 聊天室可以聊天，留言的是可以留言，留言给我也很开心哈，算是给我很多的鼓励 ，Thank you so much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我们的43，请准备好你的纸砖咯。你用使用的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是黑砖哦，你也可以是任何颜色的纸砖哦。那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蒂娜的图腾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呢，所使用的图腾呢，同样的图腾有可能会重复好几次，重复的这个有可能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纸砖上面去做呈现 ，OK？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动了，今天我们的43。这个43呢，我们要先把它写起来好了哈。我觉得我的3写的有点歪歪，对不对？但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子 ，OK。没要紧啊很自在，或许我待会就把它 写正了 Who knows。 我发现这一支笔已经被我操练的有一点点累了哈，但我还是要鼓励他，加油加油 my friend， You're gonna be okay alright， You're gonna be just perfect my friend。 来43，我要不要把3调正一点，调正一点，好，调正这样，也不确定有多正哈，但我尽量。All right， 33，All right， 43，好了。其实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数字啦，它就算是不是那么的正，那它在整体里面，它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细胞或小 DNA 啊。只是我们在画的当下是充满的感恩跟爱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一样要来甩出今天要画什么今天要画什么呢？ I have no idea。 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字前面已经甩过了哦，所以呢有可能会重复啊，希望今天也可以很 lucky 甩到新的数字。 Let's go 跑走了，又甩出来了。来，号码是8哦，已经有使用过了，再来一次 ，Let's go。Number 11也有了 ，OK，11 有了，一也有了。那今天可能就是要21，因为我这个最多是20，对，所以我们来21好了 ，OK 吗？可以哈，来，我来找一下我的21是什么。21是哪一个图呢？没有记那么多呢，但是我们有卡。哎呀，我们的21是我们的晶，我们的 quartz，
晶晶哈，这一张其实画起来是蛮惊人的，晶晶有没有这张？因为好复杂，有没有？好了，今希望我们今天在黑砖上呢，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现，好不好？给他不一样的机会。All right， 今天呢，我才想起来，我好像今天去我老妈家，我有画了晶晶，画在她的木板上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么巧哈，就去甩到他哈，有缘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画这个晶晶了。在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，我今天想把它画大一点，然后让它可以更容易被你们看到，所以我决定呢把它画在这里。 OK， 我的43是正的嘛，可是其实缠绕图腾没有正反的问题，所以 I can do it upside down if I want to， so I'm going to start it here。 我要来画一个尖尖的菱形，而且是上这个九头身的菱形，好，就是有没有腿很长，嗯，好，很好看。然后呢，我就来做左边的一个所谓的光环哦，但是它就是跟它一样做了一个复制哈，但只做左半边。来，我来做右半边，是不是很像钻石呢？钻石钻石亮晶晶。错乱爱情生甘地，我将起笔哟。奇怪，钻石钻亮晶晶，怎么会唱成这样呢？其实我们也可以画这样就好，然后这边你可以再加一个，好，这就变四个啊，也可以再加两个，就感觉有五个的感觉哈。来，我这边再加一个，这边再加一个，就感觉其实它有五半，五个，有没有？有五个的感觉，只是这两个在后面。 有看得出来吗？好，有齁，好，谢谢，有人回复我听到了。来，我想要给他双线。 OK， 我来做一下，给他做，他很大吗？那我就可以来给他做个装饰好吗？ I like that， 装饰让他变漂亮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也给它装饰，我要往上做个装饰。就是其实你可以做的，可以简单画线条，但你也可以针对你在画的东西呢，去做一点点的变化。If you like, if you feel like it, OK， 你如果觉得这样画让你觉得很舒服哈，或者有很多的变化，那是 OK 的哈。然后呢，我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好了，再加一个，从这里开始，再加一个。我画到四后面了，把美腰镜这边再加一个。所以晶晶它就是一个有，其实它在某个层面上它也是一个有机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水晶可以一直长的嘛，是吗？合理吗？可以长嘛，它就是大自然的石头嘛，那它就是长出来的嘛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合理，可以一直长一直长，所以我可以做不一样的宽度，只要我觉得它 OK。 现在连那个钻石都可以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钻石公司现在很多呢，几乎快要一半都是养出来的。这样看是不是很好看？有没有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上次这个画就是真的有点复杂了。我们现在这样画，给它加了很多的细节哈，加不一样的元素进来。你看哈，我在这边再给它加这个横线，这个立体感都不同了。所以其实图腾是可以装饰哈，透过放大也好哈，透过缩小也好。它的样貌有可能因为这样而有所改变， which is pretty nice. And why not? Why not decorate them? 就把它们给装饰装饰哈，装饰的时候心情又很开心啊，画一画有点像大楼了呢哈。
像不像101大楼的大楼，然后从上面往下看，我下面好小，然后再站在地球上面，好像是哎，哈哈，你看我这样画其实就相当好看了。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图它是可以正反正反，你也可以同样的一个方向呢继续画，所以我在这边再画一个好不好？只是这边画的这个呢会涉及到这个黑这个白边，那就请大家担待一下。 OK, I'm gonna draw one more, 再一个鸭狗，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对到耶，我就当作有对到，有我发现我的 PN 笔很不能上，反正反而是我的代针笔可以耶，你看代针笔出得来耶， So surprise, OK, 它真的可以让我很 surprise。 来，再来画一个，因为刚好是圆弧线，所以它可以上面是大，下面是小，就是太符合了，这个刚好晶晶的这个哈，因为我们刚好有遇到这个弧线。再来一个哈，反正就可以要多少个就多少个 ，OK, 然后一样要收进来哦 ，Alright, 然后一样哈，相同的就是说，你这边的你也可以只做一个，对的，再做一个，我这个后面就做跟它有点不太一样哈，再做一个，所以我加的点是不太相同的哦，不赶快哦哈，当然喽，我们现在看的好像就是好几个牌子嘛。但我们做了一个装饰之后，或许这个牌子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了。来，我来做一下装饰，来开个口，开个口，然后做一个光环线 ，OK 吗？可以看得到哦。哦，就是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做一些变化啊、哦。那我这个口往下开，这边的我往下开，这边我也往下开，所以做出来的是跟刚刚那个是稍微有点不同哦。哦，就是跟隔壁的是不赶快的哈，不同栋大楼 ，OK 吗？哈、哦。然后我的这个线条，我走的是像这样子的规划，这边我走的是像这样子的。所以其实你在线条上面呢，你压不一样的方式，其实有时候你在视角上看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，完全的不同哦。来，我这边把它拉平，这边也把它拉平哈，一样哈，就算是拉平，你想要做一些变化，它也是可以的。你一样是可以把它拉这个三角。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下方的变化、哦、例如说、哎、我这个我这边我全部都要打直，外围的这一个我要把它打直，那也是很好看、哦、那这边的话一样哦，这边的这个其实这边的尖尖、哦、你可以不交代也可以，但如果你、有喜欢或是想要再多加不一样的东西，其实它都可以让你胡乱加，没有人可以说不的 ，OK? 因为图腾呢，本来你就可以一直去做不一样的变化。我把下面的线条呢，稍微做一下接轨，让你更有这个图案质感的感觉 ，OK? 来，我现在画了两个了，两个在42的地方呢，有了我们的晶晶的图腾哈，同一个方向，我现在是画同一个方向。但因为晶晶本来就没有一定要，比如说我的43是这样，我一定要往上涨是 OK 的，因为图腾本来它就是可以不同方向，你可以在这一个方向再画一个也 OK 的。所以今天的图腾呢，我觉得43呢，或许在其他的空间里面你也可以去做串加，比如说在这边也可以画一个小的，那你也可以画不一样的，哎，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来加光环线。来，我来把它这一个给加一下，加一个防护罩，很多的 Kiki 有没有锯齿状 ？But it looks nice to me. I like it. Looks perfectly nice.
可是又加了一个光环线呢，又让它又再不同了哈。哦，我加了一个光环，这边我也来加咯。透过简单的光环线其实也是蛮好看的。有些东西真的哈，有些事情也不用想得太复杂。有些图腾也是如此哈，图腾也是可以很自在的哈，自在。让它呢简单的存在就可以了。All right, I think I love my 43 with the quartz, quarter quartz, yeah, quartz. Quartz 好像也是一个表的牌子或是表的名字哦。OK, 来我们来夸奖一下自己的作品，一个手臂的距离把它拿起来说，哇，今天怎么画的这么好看，綺麗ですね，讲这表妹安江可 bella is possible, 好亮啊，真的也不漂亮漂亮，我所以我所以齁 beautiful, beautiful, wonderful, 太好看了齁。这个简单的线条其实它就是个重复，但你可以做装饰的东西太多了。来，地宝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名字写起来。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就来参考一下这个后面的，让你们在看的时候也可以看清楚。好，来，这个图腾叫做 Quartz， 它的发音跟 quarter 很像， quarter 是那个四分之一，我们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，很开心哈。Quartz， 然后中文呢，我就把它翻译成晶晶。错乱爱今生甘地，我的晶晶，我就一直想着专司专司亮晶晶，可唱起来就是我将 kiwi 哟，怎么会这样哈？有些音乐它就重叠了呢哈。来，我们来到了43天的100天活动，希望你呢今天应该是假期结束了啊，希望你的假期是非常的开心哦。哇，连续假期这么多天，希望你能好好的透过缠绕今天的八点档来做一个收心好吗？我们已经来到0405了哟，明天就要恢复上班了哈，也是能上班也是种幸福哈，希望您也是有开心了。来，我们除了赞赏之外，当然啦，你画好了记得在上面签个名，对吧？啊，签完名之后欢迎到我们的社团，我们这社团目前有多少人，35000多人哈的这个社团，你可以在这里面分享给同好看，之外也欢迎你呢在里面呢可以挖宝，因为其实这个社团里面的人数够多，有很多人其实是进来看作品的，虽然有一些人会发现哎，啊，某些人画得非常的漂亮，有可能他有画画的经验，但缠绕我们就没有要求一定要有画画的经验，所以呢你用你自己的生命历程去完成你自己的作品就是最美丽的，所以不要去担心你够不够好，因为呢你不用够好，你只要做自己就好， OK 吗？所以欢迎大家呢这个尽量去做分享，有时候分享觉得好像是在给别人看，其实没有，是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哦。在这边提醒一下，就是您分享的时候呢尽量把在那个文案里面可以加小老鼠蒂娜啊，它有一个连结，你选取之后系统就会通知蒂娜去做审核，因为有时候蒂娜真的太忙比较晚审核，谢谢大家的耐心哈。那我希望呢在最快的时间收到通知，我会在找空档的时候尽快去回复或者是尽快去做审核，让大家都可以赶快欣赏你们漂亮的作品哦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晶晶耶、yeah!快速的，我们在明天就会见面了。So I'm going to see you soon tomorrow. Okay, love you guys all. Have a lovely day. Ciao, ciao. Love you. Bye for now. See you tomorrow.